青蛙探听，没俺干的事多，就是对。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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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今天再次要讲解的是第八世纪吉天菩萨的路菩萨行论。有一派认为吉天菩萨是在第八世纪的时候，有这种的说法，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做这个研究。胡卓兄弟所流传下来的广大的传承，以及在这一个教法当中，如同第二导师的龙树菩萨父子所流传下来的深奥品的深奥行的传承，有分两大传承。路菩萨行论的传承属于广大的传承，总之是从无着菩萨所流传下来的主要的依据呢，有慈氏无论、执著如无论里面的现观庄严论而言，就是在般若经的内容上有分显义和隐义两者。隐义现观道次第里面有说到了修行当中所需要了解的机法、道、果位、所修之道以及所证果位的三者内容，机、道、果三者内容。那在现观庄严论里面很明确的详细的说到了机道果的所有的论述。般若经的显义为空性，这个你由中论、中观理据六论等，以中论为首的中观理据六论来完整的解释。所以慈尊菩萨所著作的现观庄严论很明确的将现观道次第完整的详细的解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宝心论呢，最主要说的是如来藏，那就以见解而言是属于中观的见解。在唯识现观庄严论的时候，最主要是以二取空的见解而来去做解说的，所以是以唯识的立场而去做解说。总之，现观庄严论最主要所说的就是菩提心的内容。那路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内容，最主要还是以，也是以菩提心为主而做的解释。所以路菩萨行论呢，是属于广大行的传承的经典。虽然在第九品里面说到了智慧，说到了空性，了知空性的正见、空正见，而且这个空正见也是依据龙树父子的究竟依据意趣而说的。在那兰陀寺的大师里面有说到了说实派的论师，像是毗婆沙宗和金部来讲的话，这二部论师最主要的立场是人我，并不讲法我。说法无我的中义论师有唯识和中观，但是唯识的论师说到了二取空无外境，而且又说到了三法性及三无性之间的一个差异，也就是依他起无生性。在依他起上的这一个圆成时，破除了其真实性，而去说到了二取空，所以这一切都是习气所现，让我们看到而已。我们看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
事物的存在呢，并非是我们心是所限而已，而是所限之外，从外在有个近事物存在。现在量子物理的专家们已经破除了这个观点了，随而说到了三法性的三无性，像是依他起、无生性、片即止、无相性，以及圆成实、无实性。所以如果打从心里面相信这个无外境的话，原外境的执着会随之减少。就像量子物理的专家打从心里面相信量子物理的理论的话，决定性的执着就会减少，因此会随之减少烦恼。在智慧品里面有说到了如何破除毗婆沙中金部的初分的无我，以及破除了唯识派的见解。即便是唯识派说到了二取空，但是也说到其见解并非究竟，最终而立宗中观派的名言上也无有自相，无有自信，这才是龙树菩萨的不共究竟意趣。而且其智慧品的内容主要是依据佛护还有月称的解说为依据而去解释的。接下来是喇大语的翻译。我之所以选择同传生意的原因，是因为尊者在喇大克讲法的时候会时常跟喇大克的翻译说简略的翻，简略的翻，所以我选择了同传生意，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听得比较多一点，更好。若不知道行论的传承，我从库诺喇嘛仁波切电竞简称那里获得，库诺喇嘛他自己主要也是以路不造行论为主而修行，而且他每一天思维菩提心的缘故，所以每一天思维菩提心之后，根据自己的感受而写下了菩提心有关的偈颂文，那这个的结集称为叫菩提心赞。菩提心赞内容非常的非常的好，而且我阅读到拜读到菩提心赞的时候，我非常的欢喜，于是从仁波切那里获得了菩提心赞，也获得路不造行论。那仁波切说路不造行论不多，可是它的内容非常的深奥，非常的广大，尤其是对菩提心的思维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对他人讲解路不造行论的话，将会很有帮助，这是上师的遗嘱。那所以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讲了多次的路菩萨行论。路菩萨行论呢有分趋路修行、修成修行和正成修行三者。那一开始趋路修行呢，最主要是以菩提心的思维。那修成的这一个修行呢，是讲六波罗蜜多等；正成修行呢，是讲到由六波罗蜜多所获得的果实，像佛果等。所以我们在趋路修行上面，也就是身为初学者而言，我们应该如何思维，如何发心，发起心之后，要如何的去修学六波罗蜜多、布施、忍辱等的这个六波罗蜜多，让自己累积成佛的圆满因缘之后获得果位。在十品里面的第一品讲到菩提心的利益之后，第二品虽然说是忏悔品，第三品是持菩提心品，但是在持菩提心之前需要做七支供养来去集资进账的缘故，所以在忏悔品里面，第二品忏悔品里面属于单独的一品，
最主要的目的是以妻子供养来去集资，累积资粮和进出罪账，集资进账。发了菩提心之后，为了能够修学六度，布施品并没有特别独立的说出，但是在我们这部大论典里面会看到布施身、布施善业等，所以由此来去涵盖了布施的内容，所以并没有独立的另说布施品。因为有说到如何将自己的三世善业布施给一切有情众生，那持戒品的持戒的主要的主因是不放逸，要时常提醒我是修学菩提心的修行者，所以我不应该放弃菩萨的学处，我应该好好的谨慎谨言慎行，由此而去修学不放逸。如果有不放逸的话，才会有正知正念。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持戒清净，所以持戒品的代替者就是不放逸品，那是有讲人路品第六品，还有说到了净律品、精进品，还有智慧品，那最终就是回向品、十品的内容，是如此。那去年已经讲到了第六品人路品，入菩萨行论的十品中最主要的是第六品和第八品净律品。为什么呢？第六品是忍辱品，我们生气的时候要如何去对治内心的愤怒。其实修学爱他心的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愤怒，所以这一个爱他心的巨大障碍愤怒，为了能够消弭，所以透过愤怒的过患的认知，打从心里面的去对治愤怒，保持忍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除爱他心的最主要的障碍，于是有办法间接的去真正的爱护他人，珍惜所有的生命，而去修学自他相欢，也就是第八品的内容。所以这两品，第八品和第六品是极为重要的。第八品净律品的名字叫净律，但是实质上它的主要的内容讲的是自他相欢，所以这两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是忍辱，忍辱。哦，接下来是精进品，对不起，说错。接下来是第七品精进品，第一句：人以虚精进，精进证菩提。虽然发心会让我们升起极大的福报，可是光是发心发愿是没有办法像《心经》里面所说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是没有办法仅靠发心就能够获得道地功德的增长。升起了不造作的自然菩提心的当下，就获得了大乘资粮道。那于是，在反复的串习，才办法进入到资粮道的下品、中品、上品。那这一种道地功德的增长，最主要靠的是智慧。之后圆空的修所生慧升起的同时，获得了大乘的修道。那在修道的软顶忍第四第一法的时候，慢慢净除了圆空的恶相，之后很清晰的现证空性的时候，获得了大乘见道位，也就是初地菩萨。之后再慢慢的获得了见道之后，断除了见道所断，也就是获得见道位的这一位菩萨，他会现证空性，而且称为圣者，获得了初地的果位。所以那个时候会断除一切的片计烦恼，
那之后再进入第二地、第三地，那也就是等于进入了修道。所以在十地里面的前七地是属于未断烦恼的七地，那之后到了第七地末、第八地的时候，断除了烦恼障，之后在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再次的断除所知障。那在第十地的末端，金刚预定的时候，在这个入定当中，断除了最细微的所知障，获得了一切片智。这个入定的智慧转为了一切片智。那时候彻底的断除烦恼和烦恼所留下来的一切习气，获得了究竟的灭谛，随而去获证了断除暂时污秽的自性法身，所以能够了知一切，遍知一切，获得了智慧法身。这个就是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波罗僧揭谛就是修道嘛，最后菩提也说好，获得了正等正觉无上大菩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道次是有道的次第是存在的，要依序修学。所以我们内心的烦恼，因为从乌世尔到现在已经非常的熟悉，我们非常的习惯烦恼的存在，所以烦恼将我们的内心完全的包裹，让我们的内心完全就是沉溺于烦恼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唯有透过真相的认知，慢慢的去洗涤烦恼的串习。所以人以须精进，精进正菩提。无风灯不动，无情福不生。什么叫做精进呢？静即勇于善。什么叫做精进呢？精进就是对善行欢喜，这个叫精进。像是我们一般很会努力的去赚钱，这一种的努力只叫做努力，不叫做精进。精进要欢喜于善法，才叫做精进呢。无论在学任何的道，我们都要知道这么修的利益是什么，不修的坏处是什么。透过利害的比对，让我们的内心想要自愿的行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方式而去行善，或者是受到命令的方式去行善。所以导师牟尼佛也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来去转初转法轮，来去二转法轮，而去三转法轮的。所以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来去说不同的法门。如果我们打从心里面不想要自愿修行的话，导师牟尼佛再怎么命令我们去对治烦恼也没有用的。因为打从心里面的自愿的想要去学法，所以才会有欢喜善法，才会有精进嘛。那这种打从心里面的自愿心是要透过利害的辨别而去了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七品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修学精进的好处和不修的坏处。译者补充的话，这边叫做静即勇于善。这个勇字中文里面并没有欢喜的意思了，但是藏文的做吧并没有勇气，而是欢喜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多做的补充了，不是勇于善法，而是欢喜于善法，或者是对善行这种欢喜。懈怠呢又可以分三种，一个呢叫做懒惰懈怠，一个呢叫沉迷凡事，第三个呢叫自轻沮丧。自轻沮丧就是认为没有自信所产生的一种过失而产生的沮丧，自轻沮丧。懒惰懈怠呢，
如同第六句里面所说的，那就是认为解脱为了解脱和努力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呢就是让自己的时间将荒废离去。第七句，再念第六句，再念第七句，透过了暇满大意，然后念死无常的思维，所以我们应该想说，死是决定的，来去策立自心，行善断恶，否则常执会一直认为我绝对不会死，即便明天是要死的人，他也觉得说我还能够活下去。但是仔细的想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明天不死呢？在外道的经典里面有说到了常依自主的我，由此而来去承办前后生的。佛教的典籍破除了常依自主的我，因为认为身心之外如果有个我的话，将会有诸多的过失，所以说到了身心之外没有我，与身心的性相不相顺的我不止没有以外，与身心相顺在身心体内的婆多杰罗独立之实之有的我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与身心相顺的婆多杰罗独立之实之有的我执，这个呢就是属于具身执了。那与身心不相顺的这一种婆多杰罗独立之实之有的我执是属于片计执。那通常我们在讲我的时候，或者念想我的时候，会觉得说有一个我为主，身心为次，好像可以仿佛是可以掌控身心的这种我，这个我到底是否存在？如果这个我是存在的话，将会有许多的矛盾呢。在我的体内当中，如果要找到一个我的话，那这个我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佛教论是说，根是并非我，但是心是是我。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心是它是刹那转变的，它都是完完全全依赖着因缘而有的，它是有为法的。如同佛教典籍里面有说到了诸行无常，一切刹那转变者都是无常性的，所以它是每一刹那都在转变当中。初分的无我称为续流的无我，但是这一个心事它是每一刹那都在转变的，这个每一刹那转变的性质不需要依赖他缘，而是因为由前因具有同样的属性所生的缘故，而说到了每一刹那都在转变。所以一切的果都是随着因的性质而转的，就是随因而转的。像是眼识，虽然可以透过增上缘、眼根，还有所缘缘、色法而产生，但是眼识之所以成为眼识，是因为有等无间缘的。眼识必须要来自跟自己相同性质的主因而产生，等无间缘才有办法产生。如果这么思维的话，这个细微的心事产生的时候，不只要主因还有助缘，不只要有助缘以外，也要主因。这个主因就必须要跟它性质相同，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外在的设法，有形色的色法转为无形色的心事的主因呢，因为它性质不同嘛。
所以心事的主因必须要跟心事相同的性质才有办法，与心事性质不同的或者是相违的这个外在的色法是不可能成为色心法的主因的。那如果心法不需要依赖主因就能够有的话，那就无因而有之过患了，或者是由初因而有的过患。如果是初因而有的话，有很多矛盾，为什么第二个心事需要有因，第一个心事不需要因缘，这样也没有道理。所以佛教是以这种逻辑的方式而来去证实心事之前有心事，心事之前有心事，所以今世之前有前世，所以由这一种的方式而来去证实了前后今生。我讲到哪里？所以思维无常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我们再次大家都很安逸的在这边听法，而且身体也非常健康，可是我们能够确定明天还能够继续来到这里吗？99.9%可能说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100%的确定明天绝对能够还在这边听法吗？因为死亡的来临是非常突然的，念死无常，所以今生并非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很珍惜了今生的这种常识，透过了无常的真相的认知，自然能够被减少。第五句，第六句，那我已经念完了。第七句，在死的时候，唯有心绪上所累积的善业能够帮我们以外，财富帮助不了我们，再多的亲眷帮不了我们，再多的名望也帮不了我们。这时候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心绪当中所累积的善根善业，那这一个的善种子善习气才能够帮助我们以外，除此外的财富名誉权力都没有办法帮我们。第七句，第八句，第九句，第十句，自己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亲友在旁边，大家都痛哭流涕，在死亡的时候不知所措，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死去的。死者本身，如果这一生有好好的行善断恶的话，那他的内心会有完全的自信，会觉得无有遗憾，这样就能够安详的死去。否则的话，就如同第九句里面所说的，只能恐惧的死去。第十句，即便是在今生，我们都会有畏惧，而且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第三句，累积了幸福的因缘，只有让内心里面充满的把握，能够让自己安详的死去以外，如果完全没有自信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人行善断恶的做法呢，只是表面上的，
并非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如同第三句所说，第四句，第三句，现在念到第三句。烦恼的，在烦恼的控制下所造的一切的行为业，都称为有漏业，由此而形成了轮回苦海，像是生老病死等这些四苦，所以无止境的来去沉溺于无边的苦海当中。那今天我好不容易获得了人生，就像渡此苦海的木舟般，所以我不应该浪费这个人生法，因为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脱渡到苦海。在这世界上有70亿人，那昆虫而言是不可计数的，这一切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可是只有具有人脑的物种能够去思维苦因来自于什么，乐因来自于什么。在这世界上有生命的物种应该有10亿年，10亿的概念就是10个 caro， 所以在这么多亿万年的演变当中，我们人类的大脑一直在发展中，那形成的今天就能够辨别善恶是非的人脑。所以在诸多的生命体的物种当中，只有人的这一个身体，具有人脑的这一个身体是最与众不同的，因为有了人脑我们才能够思维。所以我们这人生好比工具一样，能够去选择最有利益的事情。可是在这世界上70亿人，大多数的人认为幸福都是来自物质，而去关注物质的发展，追求幸福，真正的认定幸福是来自内在的幸福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在70亿人里面，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有10亿，那有宗教信仰的人有60亿，那在60亿里面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多数都是相信有造物主，认为只要好好的祈祷上帝或祈祷造物主，我们就能够获得幸福，离苦得乐。所以只有在古印度的这个文明里面，很明确的有一些的宗教说到了自己的幸福可以掌控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在佛还没出世之前，在古印度的文明里面已经说到了如何调伏自信的方式，如何透过什么到皮婆舍那修禅的方式调伏自心。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古印度文明当中所拥有的心理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探讨学习的一点。那在学佛者里面，听说在中国大陆里面学佛的人大约有4亿人口左右，但是这4亿人里面大概只是听过学 佛法的一些名相，真正的思维佛法的教义的人又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有一些人可能自称为佛教徒，但是可能还认为佛像是造物主般，我们只要对佛祈祷，我们的幸福和安乐佛就会赐予我们，可能会这么想。但是佛亲自他自己说到了，佛说罪莫能洗涤，佛所无能取众苦，佛证无能转他人，唯是法地得解脱。如果我们将佛视为造物主来训佛的话，那是完全错的，因为佛自己说到了唯是法地得解脱。所以佛跟我们说到了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四法印，
佛说这四法印的内容，我们不去学习，不了解佛法的教义，只能透过学习才能够认知。光是透过诸多的咒语的累积，虽然是会有帮助，可是对于了解教义上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再怎么修学本尊瑜伽的话，在了解教义上也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是我们藏人们忽略的一点。我们要知道，唯有透过学习才能够认知教义，所以大部分的人把重心摆在持咒上面，而且觉得有人和非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火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真正的障碍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缘呢，不是来自于人和非人等其他的因缘呢。这是因为我们学的不够所造成的误会，所造成的过失。这一种具有狭满的木舟，这是相当困难的。狭满远离无暇的八种过失，所以具有暇远离具足承办修法的十法圆满的缘故，十法条件都圆满的缘故，成为满。这个狭满的人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既然已经获得狭满人生，就不应该浪费了。第十四句、第十五句，离苦得乐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快乐呢，最主要来自内心的幸福。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涅槃寂静。如同今天所说的，当我们内心里面彻底的远离烦恼魔的掌控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永恒的幸福，永恒的安乐。第十五句，接下来是成念凡事的哦，接下来是自轻沮丧的懈怠。刚刚断除了成念凡事的这一个懈怠的过患，接下来是自轻沮丧，也就是自己没有自信，觉得我是做不了了，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因为修学菩萨行的人，修学菩萨学处的人是有强大的自信和勇气的，所以这时候自轻沮丧会去障碍我们的菩萨行呢，这是没有办法去修学菩萨的伟大事业的。所以为了能够去除这个自轻沮丧，菩萨们是需要强大的自信力才有办法的。所以在此有说到了，无论做任何的善行的时候，都要去了解到修善的好处和不修的坏处，而让自己自愿的去学习，而且透过了真相的认知，提起心力，以自信心去修学。第十七句、第十八句、第十九句，佛陀说到了，就连昆虫、蚊蚁都具有如来藏，只要他们获得了好的工具、修法工具，
他们都能够累积成佛的资粮，最终成为无上正等正觉的话，更何况是我现在具有侠门的人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的？为什么我做不到？这是没有道理的。老释迦牟尼佛在无量的三大阿僧祇劫当中，要去累积菩提的资粮，才有办法获得佛果位的话，觉得这么长的时间我是做不到的。如果这么想的话，第十九句、第二十句、第二十一句，我们到目前为止，无始来到现在，我们一开始还要经历生苦，之后老苦、病苦，我们要经历众多的痛苦。这个的痛苦呢，它不会换取任何的价值啊。这种的痛苦没有办法让我们集资进账。二十二句，二三句，二四句，二十五句，二十六句，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七句，菩萨们知道这么做会非常有意义，所以即便他的身体是受到折磨的，可是他内心是极为欢喜的。二十七句、二十八句、所以菩萨们会这么发愿，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这一句偈颂文在《入菩萨行论》的末端有。所以菩萨们为了能够救护众生，他们会发起如此强大的愿力，而且在《宝曼论》里面又说到了：何时有有情未得解脱者，我虽得菩提，誓愿住三游。之所以这么发愿，是因为他们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利他之心，所以他们从内心深处发起了无比的勇气和自信，所以会认为即便我会遭受到诸多的痛苦，可是这些痛苦是值得我去做的，我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因为内心里面有这么强大的勇气和心力，所以他内心里面充满欢喜的。在欢喜当中，时间再怎么久都会变成短的，在感受上是短的。如果内心里面是痛苦的，是没有意义的，是寂寞的，那这样的话时间再怎么短，你都会觉得过得很长啊。二十九句、三十句，这一句话三十句非常的强而有力。故因出皮厌，欲驾决心居，从乐趋胜乐，智者宁退却。三十一句，这是说到四缘来去帮助精进，信乐心坚硬，放舍心欢喜，这四者为四缘，四者助缘。三十一、三十二，三三，三四，因为思维无边的痛苦的缘故，如果只是想痛苦，这样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38。39。40。一开始我们是以圣洁，就是信乐，之后再产生坚毅，之后再放舍，才产生欢喜。41句。42句。43句。44句。接下来从44句之后就说到了行善断恶的好处和不这么做的坏处。44句。45句。46句。因此总结是如同第46句所说的，故心因信乐，恭敬修善法，皈依金刚床，行善修自性。这个华严经在藏译里面有六册，但是听说汉译里面有不止六册，有很多。那之后希望能够逐渐翻译成藏文。在此的中文翻叫修自性嘛，第四十六句叫修自性，可是藏文直接翻译的话叫做修我慢的。那在此的我慢并非是烦恼的我慢，指的是自性。47句。首先先要观察自己是否能够做得到，不要5分钟的热度随便乱答应，那到时候虎头蛇尾的，有始无终，做出了许多的承诺，这样就不好了。所以首当量己力，自顺应为否，首先先应该观察自己能否做到，不宜战莫为未己，勿稍退。这说得非常好。第48句、49句，在此想到了修学业的我慢。什么叫业我慢呢？并不是说别人做我才做，别人不做我就不做，而是自己了知了利害的关系之后，自己抉择要去做的话，就有头有尾的，有始有终的去做。所以因此发起这一种的业我慢、业自心。49句、50句。50句。51句。这51句的我慢呢，这个就是烦恼的我慢呢。52句。53句。沮丧而不去努力的话，你永远就是这种的态度，最终只是自己损失了极大利益而已。53句。54句。55句。55句。56句。
在此的我慢，是要舍弃的我慢，是烦恼的我慢。57句，产生极为强烈的自信，让自心不随着我慢所走的这个自信心，并非是我慢。如果随着烦恼的我慢而转的话，不止当下内心没有办法平静，而且以长远的利益而言，最终你会找不到朋友，只能自己孤零零的一人而已。所以不应该随着烦恼慢所走。59句，60句，61句，62句，63句，64句，65句，刚念完，现在66句。66句，行善的时候，因为看到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在此的善行指的是观想菩提心。如果我们真正的打从心里面思维菩提心的话，当下的内心是平静的，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有意义。那时间久的话，你会打从心里面真挚的对待他人，所以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这个同时，如果有空正见的智慧能够辅助菩提心的话，真的如同《路菩萨行论》所说的，从乐趋生乐，智者宁退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一直前往快乐的聚落，一直到无上菩提为止。67句，68句，总之，观修菩提心是不应该自轻沮丧，是绝对不能做的。要提起自信。刚刚尊者又跳回去念了，所以我刚刚找不到61、62、63、64、65。所以，如果你太疲倦的时候，要懂得去拿捏什么时候应该休息，还是得休息，这个叫放舍利。所以，如果你一直坚持下去，而且已经超乎了身体所负担的能力的话，这时候就要懂得休息。66句，67句，68句，69句，70句，71句，72句，73句，
是四句。平常要守护正念和正直，这是很重要的。七十五句，七十六句，修行精进之后所修的一切善法，如同入行论里面所说的，要内心欢喜，欢喜心是要保持的，对善法的欢喜心是要保持的。七十六句，以上念完了第七品精进品。第八品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我们很容易会去贪着世间的世间法，所以会随着世间法的贪着而散乱，所以在此说要断除原世间法的散乱。第三句，这一品叫做净律品，所以在此说到了舍摩他和毗婆舍那哪者先修的问题，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知以先求止，止由离贪成。所以先修舍摩他之后再修毗婆舍那，所以在此也说到要如何断除缘外境的缘，这些贪境的贪着。那透过的是什么方式呢？透过的是贪净也是无有自性，贪者本身也是无有自性，贪的作为本身也是无有自性。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第十三句，第十四句，第十五句，所以之所以要深山闭关修行，就是让我们尽量远离渔夫或者是凡夫的这些因缘。寺院藏文叫滚吧，滚吧的意思呢就是极静处的意思，也就是说从聚落远离到极静的地方，远离喧哗的地方，叫做寺院嘛，这叫滚吧。十五句，十六句，第十七句，当自己有了财富之后，因为我有钱财可以去帮助他人，所以别人会对我很欢喜。这么想的话，如同第十七句所说的，第十八句，第十九句，
六十句。这句话说得很好，二十一句。这个逻辑真的是非常好，而且他的理由非常的尖锐。第二十一句，第二十二句，二十四句。但是说到了应该一阿兰若之处，就是极静之处，给他去修行。二十五句，二十六句，二十七句，远离亲眷的这种喧哗之处，自己一个人独自的深山闭关修行。二十九句，三十句，三十一句，在此说到了身的不净观，身体内是由诸多不净物组合而成的，是由苦性诸多的元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到了四念住、身念住、想念住、身受心法嘛。三三句，三四句。德行思维，冷修包，电源的冷有所在。三十五句，东行东，其实又不行，对了对。再次说到了台子尸体所走般的比喻。三十五句，三十六句，如同弥勒日巴所说的。确实是如此。三十六句，三十七句，三十八句，这种的决心，要往他们这些去吧。到你去过那晚上，三十九句。什么？你两百小姐的就是准的巧。四十句，点点色的就能把人都能接受住，婆娘。四十一句，天子们摔倒先，地板那么上长明了，扛起腿的马子。四十二句，塞巴人就是，超多感觉得到你。四十三句，差不多。在此破除淫行的贪欲。对，请永显的，谢谢鸟哥的灭度。四四句，我当满头鸟哥也懂得有关的。四十五句，当地你达到我总觉得我先找个天天赛哦。四十六句，三道金缺金面数。四十七句，三千三，三千圈。四十八句，四十九句，金面的掉了胳膊没的，要帮老年解解救。五十句。
五十一句。你这把对象怎么买一些对对面怎么？五十二句。什么了？那怎么你要把这把面对些都拿出我大多些给对面走？这张剧本这把了，下一咱们就写写写，就是往多去五十三句。迷张盲月吧。天天老天天去写，没在家没走，没走过没对过。五四句，刚刚高兴，谁都当我对的过。三百八有段时间想你，却过几没去。四十五十五句，五十六句，妈让你没在你没当我。五十七句。听了吗？少就没五十八句，跟着把面对那看来的那张马杰绿了几道缺了对。五十九句，他没那面上写了那种那点啥本得给吧，得给吧。先缺钱先帮侬。五十九句，五六十句，六十一。面上了，没面上了，马上给面上给吧，面上了，给面写对吧？六十二，这件到刚才某种高级节目。六十三句，那我这边就面朝下大瓦的给。六四句，哎呀，我心想等你等你，直接搞我这玩意儿。六十五句，真的老说什么的，心里真的。现在垃圾现在超完六十六句，马上来明那我们今天推没事吧到其实得了提醒句六十七句，对你这些现在等于现在垃圾现在超完六十八句，给他打死这么多时间的有英文吗？有英文的讲义，陆行论的英文讲义。你有这个英文翻译吗？英文的讲义吗？这里有吗？有多的吗？给他一本。那边也需要一本。还有吗？已经没有了。念到哪里？第七十四句，七十五句，七十六句，七十七句，七十八句，
白酒也要送别人，送到上海，上海送到。再次说到了财富本身的过患。79句，80句，89句，81句，82句，83句，懂得交流交准备，84句。东面上传的对吧？那么传统，多到面的上传，传统变成变变变。85句。对了，多绝对，原本那高啊。再到女梦给东吧，西班牙给唐都。86句。两百多了，康少年高吧，咱们西北龙游玩，想老身心强。87句。88句，88句，然后你这边就是的确考验吧，万不要讲的得念个。89句，怎么讲的弄到鸟是，就是什么的不管。89句之后，从90句开始，就讲到了自大相换的阵型。90句。秦英国的平等的观想方式呢，是对亲友的贪着，以及对仇敌的这种愤怒的坏处，观想贪心和嗔心的坏处而去修平等舍的。但是在自他相换的平等不是这么观的，而是因为他人跟我一样都想要离苦得乐，所以他人跟我一样都是平等的，而不是透过贪嗔的这一种过失的思维而去断除爱恨取舍的。91句，一切有情，三界有情众生，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都是有感受的，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心事的。因为有了心事，因为有了感受，离苦得乐的想法是自然而然就会发起的，产生的。92句，93句。94句，如果真正的打从心里面的去珍惜他人的话，我们会随着他人遭受痛苦而感到责任心、责任感。94句。95句。自他两者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那只想自己的离苦得乐就没有意义了。96句。95句。96句。自他两者都想要离苦得乐的话，那凭什么只想自己的离苦的问题，而不去想他的离苦的问题？这是没有道理的。97句。虽然他人的痛苦当下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我，所以我不需要去观想，我不需要去关照他人痛苦的话，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你不应该去关注未来将会发生的痛苦，因为未来将会发生的痛苦对当下的你没有直接的影响啊。说辞反驳，如果是谁受的痛苦就由谁来去解决的话，那脚的痛苦为什么要用手来去解决？没有道理。100句。101句。
世界过来搞上过来一样的这个人数就是独立健康的人数这就是主席我102句独立意见这些是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吗？103句104句有人认为观想悲心的缘故会看到他人遭受到无法忍受的痛苦和产生怜悯心，所以这样的话不是等于苦上加苦吗？104句105句即便这个悲悯心它会让你产生不忍的怜悯，可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因为你珍惜一切有情众生，所以你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有意义的关系，所以打从心里面他是有自信和勇气，而且打从心里面他是欢喜的，因为觉得我活的是值得，并非是无可奈何的。但是随着烦恼而产生的这种怜悯或不忍的话，内心深处是空虚的，所以就以心理的状态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05 106 107 108只想自己获得解脱的这种想法是非常短视、短浅、狭隘的。但是珍惜一切有情众生，来去将自己奉献给有情众生而努力行善的这个想法呢，是非常的伟大的、不可思议的。109 110 110 111心事的好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你只要习惯的话，它就会慢慢变成越来越简单，最后会变成自然的习惯。这就是心事的特征呢。只要我们愿意尝试去改变它的话，是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心事是随着串习力而转的，所以你对什么样的内容相应的越多，串习的越多，心事的本性它就会转为与此相应的属性。112 113 114 115若中末德行深就想共被道路尽明夜116这个对前叫我操弄民众当年今年四岁的来了人民众是117明年来讲当中末德行中老送生的一届生命共把118公报建立时，突见某重要因，扩为九报四月起，让一生要经历了。119，那为什么得到股票退？可能会认为说这很困难，所以我做不到。不要这么想，因为心会随着串习力而转，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只要我们愿意，是可以做得到的。120句。自他两者的这一个烦恼和烦恼所留下的习气是可以断除的，成佛的果位是可以做得到的。121句122句现在121句对不起122句这对没唱到你要到这里到他睡不着前景乱不顾起123句所以前行共就送你过过年等你们124句我们的身体具有苦乐感受的这个身体它对苦乐的觉受是非常强烈的因为
我们苦身体的这种苦乐感受是很直接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心的苦乐感受对我们带来的极大影响。124、125，接下来又说到了爱我执的过失和爱他心的功德，从125句开始。如果给了别人的话，我还会剩什么？这种想法是魔心，是魔的想法。如果我完全用完的话，我有什么可以布施给他人？这个想法是天人之心，是善心。126句，127句，自己真的很珍惜自己的这一个想法，以自己为主的想法，而忽略他人的缘故，因果不爽的缘故，最终会就让我们造作恶业，损恼他人的恶业，堕落恶趣。如果珍惜自己的心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将他人视为次要的心转移到自己身上的话，我们才能够累积更多的善业，获得了天道。128句、129句、130句、131句，这三句非常的强而有力。确实，以这个世界的现况来讲的话，在这世界有这么多的人为的灾难，互相的杀戮，互相的欺负，互相的诋毁，最主要都是来自爱我执而产生的。无论是经济的风暴，或者是战争的发生，互相的欺凌，或者是贸易的战争，即便是宗教信仰者，但是随着爱我执而转的话，他用宗教的借口而来去伤害他人。自方和他方的这个巨大的鸿沟，最主要都是由这个爱我执所产生的。所以真的如同《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故，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132句、133句，134句，135句，明日这个美女马达是把本王明日写，136句，先一动也写着这，但你先了当差写，说么差，但你先一忘就写。一月年把的写给了身边滚蛋马多，让你学习先明三，先完没了说话，让他主管人买，对他没了说话，得了老板才没力。138句，自己的身与意，所有的善业，完完全全回归给一切有情众生。所以从此之后，我用眼睛去看他人，我用嘴巴去形容他人的时候，我都以非常温柔的态度来去看他人，来去形容他人。因为每一个生命体都是我应该珍惜的对象。139，所以在此将随着爱我执而转的我放在一边，那将可怜有情众生又摆在一边，自己当一个客观的第三者，站在中间看这两者之间的互动。那爱我执的这一个我，随着爱我执所转的这一个我，他去看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他就去轻视。这个爱我执所转的我看到了跟自己同等的人，他就会想尽办法的把他拉下来竞争比较，看到比自己更高地位的人，就会跟他产生嫉妒心，想尽办法把他拉下来。这个就是爱我之所转的我所做的事情。
所以宙斯观想一开始嫉妒吗？139 140 141 142，倒霉远的没报错，143，鼓励自信，撤离自信，143，144，今天大姐说过的，那帮大姐唐多郎，145，索强明，这些大佬捏把车，大佬的原点机，这些大佬原点机。146，切了原点老板，开发到了，146，接下来是关带平等者，要来去跟他攀比，147局，148。149，你也把得了吗？到你不就得了吗？140 150，写给他，跟准备吗？打多少？151，观想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友情，要去做观想。151，152。用手机，153。简单，我也来简单，得了错，这么简单，大家都别搞了。154，对，搞到他们这多。接下来又说到了爱我值得过换，154，对，又要你往前边得到。自己虽然爱自己，接着爱我值，爱自己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是愚蠢的爱我值的爱自己的话，只会给自己造作更多的苦因而已啊。三爷不是没明白，158，我那个天宝老缺钱啊，挣钱吗？这些先拿贡献，159，快要11:30了，念到159句，今天先讲到这里。总之，这以上说到了四他相关的内容，也就是明确的说到了爱我值的过失，还有爱他心的功德。我们以爱我值的方式爱自己的话，对自己最终是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珍惜自己，忽略了他人，所以最终的成果就是自己仍然是凡夫啊。所以透过了《入菩萨行论》，我们现在知道忽略他人的利益这是错误的，所以要懂得去珍惜他人。实际上珍惜他人的话，越珍惜他人，自己所获得的利益才是越大的，这就是因果不爽所产生的结论。所以因为珍惜他人，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当下暂时的真上身以及究竟的决定胜的利益了。所以我们要从多门去思维爱我值的过患和爱他心的功德，好好的去思维之后提升爱他心，断除爱我值。你只要翻最后面那一句话就好。
说前面叫我他们直接给我，我把这个放下去。就是比较多，这件事我也是这一点。Thank you. See you again tomorrow.